政府第二輪防疫基金針對美容院和派對房間的資助，預計5月上旬開始接受申請。第二輪的資助計劃之下，每間合資格美容院或者按摩院處所獲發放一次過派3萬、6萬或者是10萬元的資助，按照它的營運規模而定。而每間合資格的 Party Room 可以獲發放一次過4萬元資助。計劃預期5月上旬開始接受申請，而第一輪基金下的零售業資助計劃早前收到93000份申請，至今已經批出超過19000份的申請，涉及15億。商户今個月9號起已經陸續收到錢。